分为色旗近日在泡泡里与粉丝们分享自己一直在看熊猫影片，一看就是40分钟，还称赞熊猫很聪明，会剥皮，吃竹子吃得津津有味，让他也超级好奇竹子的味道。色旗深陷熊猫可爱魅力无法自拔，甚至想把自己的形象换成熊猫，说自己不要当熊宝宝了，想要当熊猫。而色旗的 IG 头像和 solo 标志都是熊猫，日常小物也经常都是熊猫图案，小卡涂鸦也是熊猫，完全就是熊猫狂粉。粉丝因为知道色旗喜欢熊猫，特地在视频签售时来到熊猫园，让色旗一看到后面超萌的熊猫就激动不已，捂着嘴瞪大眼睛，然后忍不住鼓掌，还拿起自己的手机要拍照，让粉丝网友们表示，果然可爱的人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深深吸引啊。